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双眼皮女孩变成了一种潮流，那些天生丽质的双眼皮女孩就不用说了，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是小仙女，而单眼皮女孩就很难过了。还好在医疗技术发达的年代，想要变美也是件容易的事情，只要你能忍住痛苦，花费一些金钱，那么变美不再是梦想。今天小编带你去看看让单眼皮女孩子们趋之若鹜的双眼皮是怎么变出来的吧。在美容医院中最简单的手术就是双眼皮手术了，它的风险小，恢复快，也是最容易变美的手术。在细致的 3D 模拟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医生会在女孩眼皮上画上细细的线，把它连成一个弧形区域，之后再将人麻醉，用手术刀割去画出的这部分皮肉，等到割掉后用线将眼皮上的伤缝合，这样缺掉的部分在人睁开眼睛后会向里收缩，一个后天的双眼皮就形成了。不过后面的恢复期比较折磨人，要忍住疼痛，不能沾水，不能碰任何让伤口复发的食物，这样几个月后就有一双大眼睛，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为了美丽，很多姑娘也是拼了，几千几万给自己换一个伤口，美容医院的钱也太好挣了。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拜。